全明星表演赛，现场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十位明星选手登场吧。首先让我们有请出夜演战队接下来让我们请他们到对战房去，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全明星比赛好吗？ Let's play some Dota。 好的，这边天辉战队和夜演战队已经进入了对战房啊。这个我和 Yuno 是竞猜夜演会获胜，Amos 没办法穿了天辉的衣服，所以认为天辉会获胜、啊。其实你知道吗？我去选那个衣服的时候，我跑了两三个地方，愣是没有找到紫色的衣服。我突然找到原因了，可能因为是现场支持 Maybe 的人太多了啊、哦，所以大家会，其实两件应该都能领，就是一个人应该标配是可以领两件。对，但是我找了两层楼。没有找到紫色的衣服。OK， 好，接下来这场比赛因为是没有这个版选的这样一个情况，马上进入到比赛和解说的环节。这场我们也是派上了重量级的 DOTA 2圈代表中国 DOTA 2选手颜值巅峰的四位选手为大家带来解说。好，接下来有请他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明星赛，我是冠军解说 SS。大家好，我是冠军解说跳刀。大家好，我是冠军解说 Face 边。大家好，我是亚军解说烈烈风中。咋回事啊，老弟？明年。欢迎大家来到全明星赛。
是的，这也是没有 BP 的一个选人是吧？是的，是应该是那个死亡随机模式，就是死了就换一个英雄，对，死了就换一个英雄。也是看到这次入选全明星的选手都是一些比较新生代的选手啊。对，因为这次规则是按照那个梦幻联赛积分选人嘛，就谁表现好谁就能上来打全明星。对，那也是每个队一个选手，那也说明他们都是每个队的佼佼者。是的，你们觉得哪个队能够获胜呢？我觉得两边都挺有机会的吧，只是可能作为这个魅皇的粉丝是吧，还是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当然可能希望这边夜夜对吧。是不是大哥玩大哥的选手都比较多啊？有几个酱油啊？这两边来看一下阵容搭配啊，这边是看一下 只有派来带，派来带，然后还有意外，这边是两个 carry 加两个中单再加一个五号位，对，有个 teams 那边，然后天辉的有 dy 还有谁啊？他们有 smile 还有个 sonic 啊 sonic 那还行啊，这边配合好像更合理一些啊，都还挺合理的。不过好像是全阵营随机模式是吧？那个死亡随机模式，对，那也没有什么大哥酱油的区别，谁肥谁是大哥，应该是这样，谁肥谁就是大哥，拜校大神，守护拜校大神。也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这场比赛谁表现的比较好，然后那个在客户端里面选择这个选手的人就会有勇士积分，对，有会得比较多的勇士积分，有这个说法。是的，这盘可以期待一下哪位选手随到什么好的英雄有一个好的发挥。这个模式其实还是比较看随的英雄是什么的。嗯。Nisha感觉跟奇奇哥聊得很开心。是的。把手机收了，刚刚登了号，这边现场的观众也是比较多，都坐满了。也是说这次全明星赛应该这个医学应该也是会掉那个东西是吧？猩红是吧？对，应该也是掉，说不定掉多点呢。那不是这种一般都会出来五个人一起去是吧，去偷偷的阴一个人，有没有这个说法？奇奇哥也是刚刚赢了比赛，比较开心啊。是的，不过好像他的对面有苏梅尔，刚刚输了比赛，刚刚输掉了比赛，有点不开心。这边 OG 好像是没有人来打这个全明星吗？他是上帝的积分不够，对，积分不够呗。他们 OG 是欢乐多塔，欢乐多塔每个人数据比较多是吧？数据没那么好，但是其实打得很好看。他这个梦幻联赛什么积分，是看你游戏里面的数据比较多，好像是。是，好像也是看各种什么推塔什么，各种都有。推塔、助攻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苏淼果然还是有点不开心，看起来。之前是说的是苏淼一直戴着那个冠军戒指吗？还是说的谁？是的，是的。我刚才看到了，他手上还戴着那个冠军戒指。奇奇哥已经操作起来了。奇哥不在玩卡尔吧？看这个点的频率，应该是技能搓起来了已经。全明星赛大家都还是比较开心放松的。六六这颜色挺有型的啊，海飞丝跟你闹呢。哦，他是代言了那个洗发水是吧？对对对，是的，怪不得这么飘逸，挺时尚挺潮的，还是。奇奇哥笑得好开心，很放松呀。
这边他们前面放个短片，不是出去买东西吗？啊，是不是就这个奶酪？这个奶酪是不是要给谁吃啊？就去年好像就还是跟往年差一样是吧？还是个奶酪。之前好像记得是有 S4 吃过一次，好像他表情，哎呀妈，你这种哦，不行，是不是榴莲味的？这边我们也看到他们随机完成了。哎，有炸弹人啊！哎，直接随到炸弹人了。这个炸弹人，但是有点容易死啊，他自爆有点容易死了，然后就换英雄了，要不就别学自爆了。是的，哇，这个 DY 也是随到的，天天玩的术士。天天玩术士，玩个这个模式还是随到术士的一图包。我们也是看到，好像是 Lisa 玩了个大树，准备出补刀斧来保这个 Miracle 吗？魅皇还是随到了个龙骑，也是自己的擅长英雄。一级术士，不应该啊，不应该。本命术士，小术士这是。嘲讽，嘲讽，哎，他这个打赏就直接是嘲讽了吗？是，应该是为就是为这个客户端哦，对，投票加了300那个积分，好像是我刚看到。未来尽在。像这把的话，在客户端里，大家之前有、哎、他们好像都比较会玩，都比较会玩，都是鞋子出门。啊、我们上次好像是，哎，但这个出的不一样的。这个我很想知道这个树是谁点的，这么多应该所有人都点了吧？这边夜岩应该是想出来中路一级，直接中路开场吧。去拿一血送猩红，应该是啊，应该是要来一波中路五 v 五。来吧，哥几个，这边 maybe 是麦花一上去看见五个，这是要干嘛？去冲塔吗？开始了，炸弹，炸弹了，这边一个减速，减速 ，maybe 有危险，队友了，一个 W， 队友了，这边也是 Sonic 拿到了、maybe 的一血，哦，这个原来拿一血是可以这个。啊，这边看到这边奇奇哥又打起来，这边已经到别人塔后打起来了，队友了，来了来了，一个队友陆续赶过来，但是这边这个 CK 一技学了暴击也死了。我们看到这边 PA 可能也有点危险，但是好像 Tinker 扛不住了，这边已经扛塔扛了15秒，你们也太狠了吧！这边死完之后换成是一个飞机 ，PA 应该也要死。这个炸弹刚好也是自杀换一个英雄，怎么感觉他们这样打、哎、刚刚这个结束的好快、啊、我觉得刚刚有没有可能是 maybe 不想玩这个龙骑，直接去勾引，然后把一血给把龙骑这个英雄给换掉了，也有可能，毕竟龙骑、啊、天天玩龙骑都玩腻了。那这个 DY 这个术士怎么还没死呢？问题来了，他现在应该得想想办法吧。你气不气？哎，怎么刚一出来就半血没了、哎、听到我说话了吗？这是想把术士给想办法了。兄弟，你要不你就别走了。但是他死前还换了一个，死了吗？死了，可以了，可以，能接受啊，能接受，可以可以可以。包围了你，想有说法。这曹曦你换了个袋子，这兄弟这也太惨了吧。酱油的命啊。这边传水了，一个飞机，一个巨浪，想杀飞机吗？输出够吗？好像再继续扛塔，还要扛塔。这个兄弟就是要杀，马上记好了，有没有视野？这边有视野，哎，回头了，回头、哎。这个兄弟我没猜错，他前面是不是玩个军团也在扛塔呀？好像是的。嘲讽起来了，两边也是。这边 Lisa，、哎、这一老拳你可能要死了。哎、这应该有机会。这一拳下去你可能会死。哎，哎卡住你了。血魔。中路这是、啊、他不 想换模型，想直接出来就换掉模型，换了。但是这个总共才40个人头、啊、他们这样 玩不起啊，一会儿就没了、啊、感觉他们玩的跟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是的，但是好像他们这样玩很欢乐啊。中路三打三，有没有可能是三打三边路 solo 的话等级高之后再打架？他也去送了，换个模型，换了呀。这雪人的出装没有？他这边好像是这个换了之后100多英雄是不会重复的，我记得是吧？是的，不会重复。这边奇奇哥一级，哎，中路好像单杀了水人，是好像是一打二，是的，一打二单杀。现在好像要回归一个正常对线了，有三个魔棒。想秀他、哎、兄弟、这个啊、你再跟我玩你就要死了。
这个吐口水，打这个模式感觉挺厉害的。这边上路也是单杀吗？这是？是的。这个游戏这么好单杀吗？可能大家经常打着打着就也不想运补给，就换个模型接着打。他们都不买药的。哎，拱进拱进来，拱进塔，这游戏三下四下没血皮的，有点危险。原地地面，兄弟你站啊！哇，他是全场唯一没有死过的人啊！我记得没有吧？这边都换过英雄吧？潮汐换过吗？队友嘞？队友他是好像是军团换的吗？是？哦，他是军团换的是吧？队友嘞？队友的。我记得这个游戏最好的道具应该是点金手啊，应该是点金手，看他们有没有想出点金手的意思。哎，打这种娱乐赛，你这个的确应该不太行啊。好像这个梅皇准备出点金手了。哎，我的理解不行啊。牛逼。就拱一下，但是这个龙马可能要先死了。打不过，哎，好像打不过，好像也要死，再来一刀，反杀了。杀！一技能辅助呀，这边梅比的屁股被打了。队友呢？哎，队友来了，全部死，给我梅皇报仇。这个发条很细腻啊，边放弹幕边走哎。刚才也是看到那个 DY 完成大杀特杀，好像有特殊的奖励，可能是看来是完成一些就是特殊的事件，会给选他的粉丝造成奖励。这兄弟，他是在，有点看不懂啊，这个有点。是演员，他不想玩神秘者了。感觉前面是不是送他也是他？是啊。这兄弟可以受到一个举报，我觉得。在上路是不是有个兄弟一直在战线啊？没有，他是刚换了英雄刚来的，刚才在中路打的。哎，换了个屠啊，胖子英雄好玩呀。是的，屠夫、啊、这英雄应该不会再换模型了，应该想办法。这英雄我喜欢玩。存一下。锤，折一下，再一下，要死了，可以。把船长干了还是、哎、又被干了、哎、这哥们每一次都是特别能扛英雄，这哥们怎么玩的英雄全是扛塔的呀、哦、不要干我们的屠夫啊、哦、哎呦屠夫没了没了，还没出过钩就没了，这个哥们是个扛塔英雄，我能刷符了，好像没有人对这个符有想法、啊、这边哎，这个六六一个佛杖、哎、反手一个佛杖打死你，大家主席配合来了，带车下哈斯卡也是我们、哎、被吼死了，这边是哈斯卡被一个外设吼死，好像有点惨、啊、对面是又随了一个电狗，这边梅皇是一个古法，古塔要掉了，上路塔也告急，我们看到这边发条也开始中塔了，这边戴泽被一个吼，意外 DY 是想救大哥，但是好像救不了，两个都得死，一剑放不了技了，哇还是这波梅皇哇六六好凶呀、啊，你没群星掉来干嘛？群星，他是来秀吗？他没有跳了，应该是要死了。哎，还要哎有锅哎，但是还是没跳。怎么说？要被再爆一下打啊！死的好惨。但是你没有发现这边夜眼已经是英雄已经搭配上一个组合了啊？哎，小黑小黑夜狗屠龙加远程，有说法。莱恩。出来一个小黑加四元，一共是五元。对啊，你别看他们一直在死，其实说不定他们在运营。这边大鱼是在水里，好像有个移速加成的，跑不过应该。鸡皮小黑，哎，这配上五元有没有？有说法呀，平推呀。现在这小黑得把他杀了呀。这边一个换，来了，换过来，四个人包围了，小黑没了，那你这个体系没了啊。合体，小黑也死了。我们也是看到皮特爹玩个发条打全明星还在买眼啊，挺敬业的。哎，这边居然随了个 SK 加丽娜。他们黄是不是把队友搞了？这个发条。哎，这哎，苏妙一个风托，这边随的都是
有 combo 的，每次随出来都是有 combo。哎，这边 SK 有刺，拖两个吗？这边比较多。这边天路也在，一个爆发，没准没准光要死了。双戳。这边控制好足啊，现在控制爆发都有。哎，这边随了个隐刺，还挺恶心的。想杀没王有危险了啊！我们看到撇了爹，玩个美杜莎上带两个眼啊，看到没？哎，有针眼，回一下。来的反手，反手有两个。这边 A O E 后面后排输出好足，全是反手。那我感觉好像有点滚雪球，一直长经验。近位有点打不过，感觉随杀英雄过来都打不过。爆发都太足了，哎，还随了个我靠，小鱼加敌法，这咋打？不是这，他们这边怎么全吹全是大哥呀？五大哥阵容，又一个戳，又死了一个，感觉没得打了呀，感觉顺带这个沙王，哎呦，又是大哥，五大哥，五大哥，这个沙王这个祭品，这个是有什么说法吗？太厉害了，这个是不是后台被调了？不知道呀。那谁的英雄被调了？这边全是大哥，啊，来了个大牛，大牛其实也是个大哥。开悟，想，想又想杀 ，maybe maybe 提前一个 C， 哇，直接甩大招，我差点一箭射死。感觉梅花也是发现这点击手有点出步了，出完点击手。我看到福利斩这边是没有封布的，还有一个转，是个技能，转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了。你这边可能你要死了呀，这个烂很关键，转死一刀。现在这边也意识到自己的英雄都很棒，都不想死。是的。感觉苏麦这个出装很老练啊，太扎实了呀！对面感觉他出这个装备，不管随成啥都有用。前面死的好像送塔的就是这迪法斯吧，是吧？我看到那边开步，哎，迪法斯又送了。是的，就是这个迪法。后面想去杀这个苏曼，苏曼是有危险了，没错。站起来，哎，这边随出来一个火枪手，把那腰铲铲伤的，有没有做法？看着一个大，哎，但是小鱼怎么打醒了？这个剑圣被一个狙，哇，这伤害太高了吧？我们看到这个风行已经连杀记录四，这个招数好多。哎，这装妥了吗？啊，这火枪 M 住他不打人的。这边这个66什么情况？火枪在干嘛？火枪在干嘛？哎，大牛有点厉害啊！哎，精灵回去了，大牛有危险了！一脚踩，但是哇，这个风行有点可以啊！这个在疯狂给粉丝这个派来带，派来带真的不去送了吗？他玩个美杜莎，我看着好难受啊！我也看到他这个美杜莎有啥用啊，兄弟？我们哎，躲了一个女王大，苏麦啊，毕竟是苏麦啊，帅呀！哎，便宜死了算了哟，别走了，算了，这别走了，真的。我们看到这个苏麦也是被沙皇蛋杀了。哎，这边小枪四两个。但是这女王好像没大没输出呀，这个老臣现在这个风行是真的狠呀，这不一直没死过，我瞅一眼，最近没死过了，他一直在收人头，马上大骨灰了，这边人头不行，哎呀，马上已经要没了，是的，没得完了，个位数了，但是几个，哎，又推出来一个双头龙，又是一个甩技能的，然后那边继续随拍拍熊呀，电魂呀，紫玲珑，哎，这个拍拍熊咋玩啊？哎，他妈还有梅肯，梅肯加陈，梅比的电魂被给了个想绑，不对，想绑，找位置，要死，没绑住，这个霍克连上，冲过来，兄弟，但是好像是没有伤害的，随便转，没有技能接。这边风行已经连杀记录8了，这边一个榜有个加速波，天命加速，把魔棒吃掉，有没有队友吃下他？
能不能随个赵四一个雷把劈死啊？加双的龙也想杀人吗？这个城应该是感觉想换个模型，是自己作用够了，自己作用到了。没有，我没看到这边火女拉一个火女，一个大，一个大直接秒了 ，maybe。哎，莫哥也要死。这边要没人头完了，再死八个人头就没了。看一下，诺尼克杀了12个，死了3次，现在积分最高啊，3750。那在客户端选择投票这个这位选手的这个粉丝们积分啊，是的，很舒服，很舒服。这边随出来一个杜姆，哎，这边一个夜来火打死了一个斧王，还有梅肯还想秀他，但是你没血呀、啊，兄弟。还没抓着他。还有5条。哎，杜姆直接过来放大，直接给大招，直接给他一个杜姆。海外熊，哎，花仙子一个大把，他的伊法还在秀，是有布林克的。反复。哎，兄弟回来反复一下。哎，谁反补？那问题反补算不算人头？应该也算，只要他这个是复活了一下，你就减一个人头。这边等于说这两个复活之后只有一个人头了。那大哥也随完了，咋办呀？这边酒现在卖。哎，这波酒先有大，看一下。大的，但是好像被挡了一下。哎，这边是我先开出大招。想反杀这边风行者追的话，应该是下个风铺要好，杀不掉。这边新复活一个蓝猫和大圣，想杀 DY 的火女。我们看到那边好像蓝猫也在打起来了。被围殴自死。有冰冻 A 冰冻大招，大招这个小鹿要被打，要拖一个要死，这边秒了。七哥是没有大招的，看出三剑的小跑。不能死了，再死活不了了。还有最后两条命 ，F 躲了一下。蓝猫飞进来，一个蓝秒了风险，风险被终结了。大圣跳下来跳走，跳这个大圣在绣花。就是要杀你，要死了！刚刚2-0淘汰我，你得死。哎，现在这边只有一个人头了。最后一个人头。蓝猫，李少爷被限制大死了、这两个兄弟是不是有一个活不了了？我们猜谁活不了？那肯定是后复活那个活不了了。后复活那个呀，活不了了，兄弟。哎，人头不够完了。那又谁复活？可不可以带会儿球啊？撇了链扣你了。大圣出个锤子去带球。藏着、哎。我感觉他可能要把自己秀死了，你信不信？看这边，哎，复活零个人头了，零个人头，另外两个兄弟怎么办呢？另外两个还在活吗、他按了一下买活，发现有哎活了吗？但是好像抗住不了。但是我看花仙子是活不了了，这边这一个打了个 combo 可以，这边烟火还在，扛住是 TP 换血，换了链接，变个身。那这边先知应该是也要死了 ，TP 能跑吗？这边先知也要死了 ，TP 在大里面能跑吗？被幽鬼追上，给了个套子，想拼掉，因为对面买不活的，对面活不了的。要拼掉一个，那这边少两个人，少两个人，只有现在少了两个人，相当于二打十是吧？二打十二，这边还有两个复活的嘛？三打十二、看错了，不好意思。兄弟，战术开悟了。这边兔子大圣加幽鬼，3打12。感觉他们起码得等个大招吧？哎，来了！想干这 DY 的防不接，把只有他只有一级被杀了，开出大招，这边还想杀。哎，勾空上，果然是用来辅助的呀！你这勾什么老怪、你不适合玩发条，我感觉你这个人。还有一个板，大圣，咦，出来一个板，感觉现在兄弟们小心一点、全坏了，兄弟们你们哎，要被杀老路改一点，快到我们前追，先走出去这边。难道要？哎、难道要二打三打十二了吗？要，别这样死了！一摸也要死。现在只有两个人了。两个人了，要被一炮炸死了。哎，这边妖鬼一个人了。只剩一个人了，怎么办？丽莎，被关了一下。火种，这个技撕裂大地，怎么办？好像有危险的毒果还在。有大骨灰，应该是。想玩死他吗？不想杀他。挨不住他了。又给大骨灰。啊。这边应该是结束了吧？应该是活不了了。
所有人都活不了了。我们看到这边最高积分还是 Sonic， Sonic 5150分。那选这个兄弟的发财发大财了，都发大财了啊，发财了。这边一直在满活，然后发现自己活不了，很绝望。是的，我也尝试过，当时我满活发现我钱花了，但是人活不了。哎，这个玩不了了，现在怎么办？哎，去别人家买个书，把弟弟推了。这个按道理来说，是不是应该这边基地直接爆炸？对，打鸡鸡嘛，这个可以打鸡鸡吗？好像能打鸡鸡吗？好像是不是只有队长模式才能打鸡鸡？不过推的也挺快的。是的，推的也挺快的，有老路。哎，老路别死了，兄弟。买了这么多大药，兄弟，一看你就不会拆基地啊！一般拆基地是卖装备、买锤子呀。哦，对面打基地。啊，我们也是恭喜夜夜战胜了天辉。哎，应该是这个 Sonic 来吃奶酪吧？应该是，有可能。啊、MVP Sonic。让我们把画面交回分析台。语言最方便的 Maybe， 来 Maybe， 这场比赛打起来感觉怎么样？我就听他们四个在聊天，然后我在默默打。啊，就是闷头刷，队友被打，边笑边刷，这场打得比较开心，对吧？那我们问一下啊、，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Medusa？ I'm not proud of my performance， but I tried my best。啊，他觉得他已经尽全力了啊，我们也能看出来了，他戴了两个眼，对不对？那我们来问一下这边的，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呢依然很精彩的比赛。我们问一下 DY 好了，好吗 ？DY， 你拿到了 Ori 啊，不是，你拿到了火女啊，感觉这个火女以后要不就你来玩吧？啊，我拒绝。啊、拒绝，觉得自己玩的可能没有 Ori 玩的那么好，对吧？好，那我们。还是一样老传统了。So this is the traditional part. Anyone gonna buy the cheese?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Yeah, just try it. I think the winners. No, wait. The winners. Take a bite. Okay, Paladai, you the closest. Go try it. You want me to take a bite? 好，我们来让 Paladai 尝一口吧。It's not expired. It's good. It's safe. It's safe. It's a cheese.Just the cheese. Yes. Oh! Yes. How's it? 这个表情好像不特别开心。Oh, yeah. How's it? It tastes like cheese, sheep cheese. 这只是一个奶酪而已。不过我听说每年的这个奶酪味道都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好，那我们这边也要公布 MVP 了。MVP 就是 ，so the MVP is Sonic. Okay, now 我们有请 MVP 到我们舞台中央 ，Sonic. Are you ready? You ready? The Yip Dog, my friend, it's all yours. The Yip Dog, turn her on, baby. Oh, don't hurt. No. Yeah! Leo! Put it on the floor. Yeah. Yeah!All right, congratulations both teams, and thank you for the amazing game. Thank you. Well done. 恭喜我们支持的一边获得了胜利，是吧？真开心。刚才大家就是在现场这个几万名观众和观看直播的这个几千万名观众都看见了，夜眼战队赢下了今天的全明星比赛。但是不是穿黄色衣服的人吗？你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对不对？我觉得你可以欺负我。刚才谁吃的奶酪？我们以这个为准。哎，去买。来带。哎，要不这样，你上去把那块奶酪吃掉了，我们就算你赢，怎么样？我把那一整块都吃掉，是吗？别这么。要不你咬一口，怎么样？
你看到的不是队友，你不能帮一下我吗？我队友呢？我都跟你说了，你就吃吃吃吃，这样这样，全吃掉有点过分了，毕竟那么大，对吧？嗯，咬实实在在的一大口。可以，现在你把它送过来，我又咬一口。不送过来，你可以过去啊。那不太好吧？不是分析台坐三个人也是 OK 的。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吃。去吧去吧，今天这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尽情的放松一下，因为到明天真正的 TI9 的最残酷的最精彩的比赛的阶段就到了。是，你可以跑过去拿过来，我们等你。对，我们等你过来。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大气。哦。快呀，耳机摘了，快跑过去。今天也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共赢吧。是，要不咱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吧。